大美诗书画，笔墨中国风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诗书画，我是曹可凡。明天就是清明节了，在古代中国呢，时间和清明节相邻的寒食节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节日。寒食节是怎么来的呢？我们先来讲一个故事。在春秋时期啊，晋国宫廷内讧，公子重耳出逃，途中没有食物可吃，只好吃野菜充饥。有一次啊，重耳实在饿得不行了，跟随他出逃的名士介子推呢，就割下了自己大腿上的一块肉，煮成了汤，端给重耳喝。这碗汤可以说是救了重耳一条命。可是到了后来呢，重耳回到了晋国，平定了叛乱，并且当上了国君，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晋文公。跟随他出逃的人呢，都得到了封赏，唯独忘了介子推。介子推这个人呢，也不居功自傲，于是就带着母亲躲到绵山，归隐山林了。晋文公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以后啊，亲自前往绵山迎请，可是介子推呢，就坚持不肯出山。这个时候啊，就有小人在旁边献计说：“哎，不如啊，三面烧山。”介子推是一个孝子，他为了母亲呢，必定下山。晋文公信以为真，结果大火烧了7天7夜。等火灭了之后呢，晋文公率人上山寻找，却发现介子推和他的老母亲抱着一棵大树被活活烧死了。晋文公特别的伤心，于是下令在介子推的忌日，百姓不得焚火煮饭，只吃寒食。于是呢，就有了寒食节。这就是关于寒食节由来的传说。虽然寒食节是否真的是为纪念介子推而设，我们已经不得而知。而如今的人们呢，也不再过寒食节，但寒食作为古代诗文书画的重要主题，却一直被后人所铭记。今天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就是宋代大文豪苏东坡的寒食诗。寒食语二首，其二，北宋，苏轼。春江欲入户，雨势来不已。小屋如渔舟，蒙蒙水云里。空袍煮寒菜，破灶烧尸围。哪知是寒食，但见屋闲纸。君门深九重，坟墓在万里。野女枯途穷，死灰吹不起。刚才为大家朗诵的是苏轼创作的《寒食语二首》之一。北宋元丰五年的寒食节，黄州呢已经下了2个多月的连绵阴雨，明明是暮春时节，天气呢却像深秋一样萧瑟。和寒食的风雨同样萧瑟的，还有大诗人苏东坡的心情。3年前呢，时年45岁的苏东坡，刚刚从一场被后世称为乌台诗案的文字狱中死里逃生，被贬官到了黄州。面对着满目萧然的风雨，苏东坡写下了2首寒食语。我们刚才朗读的是第二首。这首诗从描绘眼前的景物入手，直抒胸臆，情景交融。你看啊，雨势不息，春江水涨，好像快要涌进屋门。简陋的小屋呢，如同是一条渔舟漂泊在蒙蒙的水云之中。空荡荡的厨房里随便煮着些蔬菜，破旧的炉灶中啊，只有潮湿的芦苇暗暗燃烧。看见窗外乌鸦衔着纸钱，又想起
又到了寒食的日子。哎，想要回归朝廷，宫门有九重之深；想要返回故乡，坟墓有万里之远；进退无路，是彷徨无地。诗人的内心呢，早已是万念俱灰。大美诗书画，笔墨中国风。刚才这两首写寒食的诗作呢，在苏东坡的全部诗歌作品中并不十分突出。真正令这两首诗名扬后世的，是继王羲之《兰亭序》和颜真卿《祭侄稿》之后被誉为天下第三行书的苏轼书法名作《寒食帖》。书写内容呢，正是前面讲到的两首寒食诗。展开《寒食帖》呢，只见字体笔画奔放洒脱，年字、中字、尾字和止字的墨笔啊，都作玄真长竖，笔锋如同一道剑气，爽利无比。从第二首诗开始，字的笔画逐渐加重，气势更为跌宕起伏。破噪和枯途穷几个字，字形呢陡然放大，笔画重按加粗，形成了大小轻重的强烈对比，犹如乐曲中的强调重音，反映出诗人内心的那种巨大波澜。值得注意的是啊，《寒食帖》书法中所表现出来的豪迈潇洒的气概呢，似乎和寒食诗悲哀愁苦的情绪存在着不少的反差，这又是什么原因呢？其实啊，从这个书写过程一气呵成、比较少修改的情况来看呢，《寒食帖》不大可能是写诗的时候所留下的一个草稿，而应该是全诗完成定稿一段时间以后进行的抄录。写完《寒食诗》后不久的元丰五年三月，诗人写下了一首著名的《定风波词》：“回首向来萧瑟处，归去，也无风雨也无晴。”同样是暮春时节的风雨，诗人的思想境界已经发生了重大的转变。回看《寒食帖》，透过那纵横自肆的笔姿和沉雄豪迈的书风，我们看到的不正是那个在人生风雨中一往无前、吟啸徐行的苏东坡吗？这位诗书画三绝的通才大家的面貌、精神、人格气质和思想境界，都寄予在这《寒食帖》的一点一画之中，成为一种历史文化的经典和永恒。